哇靠，这12层真的太难了！哎呦，哎呦，就死啦！我就这样死啦！哎，不是，这什么东西？饶了我吧！哎呦，等会儿，哎，又来了！哎呦，一下，我啊，不是，等会儿哦，Q 开出来了哦，回血，回，哎。大家也都看到了新生源，11层我还是拿了100原石，但是新的12层我是真的打不动，而且很明显感觉到自己的阵容不行。从甘雨一剑2、3万开始，我就怀疑新角色和老角色伤害值问题。我当时觉得公子和甘雨不是一个强度的，同样是弓箭手，公子普攻很容易打歪，但是甘雨大范围的爆炸提高了很多的容错率，然后就是甘雨配合度。甘雨配合行球，温迪可以打出永动，所以也就很适合这次12层关卡。而且我预测了一波，以后如果有新的火 C，会不会像公子或者甘雨这样大范围火线 LE 或者瞬秒伤害？这样元素精通就可以得到隐形的加强，在这种铁皮厚的怪直接一套给他带走了，慢慢刮痧是真的不行。而且角色莫名死于不明 LE，也渐渐觉得公子的作用要小于甘雨了。只能期待一波罗莎莉亚和胡桃了，看看速切龙能不能抬一手公子，也祝大家能够抽到胡桃。